今天来了些新，你在发什么呆？快拿一把剑，然后进去进击场，奋力一搏吧！全马卓萨斯都在看着你。 拿起武器，准备上马，继续努力啊，斗士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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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比赛的吗？清晨竞技场，遵守的战斗即将开始。 天选者家族与你同在。 为了认识的荣耀。 四周都是敌人，别走主要干道。力量，来吧，这是通往天选者家族领地的唯一道路。每一次的失败都是教训。
就算在这天选者家族以力量和荣誉而战，我们会击溃叛徒，结束战争。凡侯克利瑟斯是我们之中最强大的，别怕，展现敬意就好。干得好，你把凡人带离了竞技场，不能让我们的敌人夺走那个凡人。他展现了毅力与力量，这是艰难时刻所需要的特质。战况如何？同意。为了克利瑟斯，考验一下那个凡人的。为了阿卡雷。生前，我是双狼氏族的德拉卡。身为战士，我愿意牺牲一切，只为保护最重要的东西。但是，我的战斗还没结束。马卓萨斯，这里曾经有五大家族的部队团结合作，携手保护死亡之境。在这里，我隶属朱眼家族，对战士而言有点格格不入。再来。他们的风格和我不同。再快一点。再来。但久而久之，这样的来生也没那么奇怪了。瘟疫家族已经毁灭，马卓萨斯五大家族少了一个。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疏忽。或许不是疏忽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马卓萨斯都必须忠于使命。要是我们失职了，那暗影之境就会崩毁。我相信天选者家族和我们在同一阵线，我也信任你，可以把这封信交给凡侯克里瑟斯，去吧。还有德拉卡，万事小心。二位，我有紧急任务。凡侯大人，快点，可能还有生还者。就是你说的叛徒，我不会让这些垃圾阻止我送达主人最后的讯息。严酷的考验会让我们挫败，或是更加坚强。为你送上拯救马卓萨斯的钥匙。很抱歉，凡侯大人，他没有交给我钥匙。一名谍报本领高超的顽强战士，好一把钥匙。来吧，敌人很快就会全面进攻，我们该准备了。我是德拉卡，过去我来自双狼氏族，如今我是天选者家族的女爵，更是马卓萨斯的捍卫者。
鲜血与雷霆。就算在这里，别让维拉斯等太久，他可没什么耐心。士兵们，大战即将来临，做好防御准备。遵命。有事快说。你收到命令了。愚蠢的叛徒，居然敢挑战天选者的力量。说吧，士兵，快回你的岗位。喂，动作快，新来的，我们在打仗。历经无数循环，还有命令，要做什么？召唤莫塔尼斯，现在正干旱，太荒谬了。那边那个，如果男爵想要他的骨位，就叫他自己找点灵魂。遵命。身会消失，荣耀却是永恒。听好了，输的人就要把金属搬去熔炉，开打吧！永不懈怠，新的命令，我们朝西前进。出发！别浪费我的时间，你收到命令了。做得好，士兵，通知德拉卡，我们随时可以作战。随时准备出战。以统御者之名，统御者留下这块岩石当作挑战，过去那边证明你的力量。死亡领域充斥着黑暗，导致混乱，受损的连结必须复原。钥匙为荣耀够格的人，隆卡，力量从心而生。这把刀刃是统御者打造的，它到底藏在石头里多久了？为了认识的荣耀，只有泰米尔曾经是统御者的学徒，他或许会知道这把刀刃的来历。圣殿，要铸造什么吗？那看不出来我在忙吗？那难道是？这不可能！原来这就是引起动乱的原因。
统御者的剑，还有他亲自留下的讯息。不管原因是什么，没有握柄的剑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该来干活了。你又弄坏什么了？那就去吧。优秀的士兵需要优良的刀刃。好了吗？你准备要开始。统御者是教了我许多锻造的技巧，但后来我自己也精进了不少。他对这把刀刃施了魔法，那是当然的。你最好要有战斗的准备。这些东西打扰我工作，现在正是考验你我技艺的时刻。这个东西最终守护者，解决他，拿起你的符文阵。想要超越对手的野心。好吧，虽然我铸造了他，但显然你才是他的使用者。看来拿起刀刃触发了其中一个符文。根据我对统御者的了解，这只是刚开始而已。我为你锻造了举世无双的宝剑，你要是弄坏了，我唯你是问。卓萨斯，首先你带来战争，现在还加上统御者之刃，凡人，你真是个传奇！拥抱挑战，征服试炼。
特质，对应刀刃上的五个符文，就和统御者之作上面的符文一模一样。你开始报告吧。只有维拉斯、德拉卡，把凡人带到统御者之座，来看看能发现什么。战况如何？我先去前面侦查。为了克利瑟斯，你们别拖拖拉拉。为了阿塔雷克，统御者之座在他失踪以后就封锁了，有许多人试图想打开。统御者是传奇武器锻造师，要是我们有这把钥匙，就能得到他的武器了。其他家族很快就会得知刀刃的事情，准备战斗吧。力量与荣耀，随时准备出战。为了克利瑟，虽然维拉斯很直接，但他说的没错，我们需要支援。啊，学徒，原来你在这，我们有很多事要做。学徒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樊侯史特拉达玛在等我们完成药水。我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很高兴见到你，学徒。大伙，我替你安排了，准备好就开始吧。混合物不能太早凝结。啊，加几滴毒液，增加粘性。有些包子可以当做催化剂。太好了，再搅拌大锅一次，完成你的作品吧。准备开工了吧？要认真研究。为学徒，完成之后到瘟疫家族来找我，还有工作要做。记忆家族要提供灵魄给我们，但史特拉达玛和我都怀疑有诈，不过我们家族没有理由拒绝。我们要保持警觉。我们的家族灭亡了，史特拉达玛人呢？我必须制作出药水才行。我一定要。这边，学徒。我们的同事弄丢了这些笔记是吗？哼，乱七八糟。享受你的实地研究。仪式做完了没啊？血影花是凡侯史特拉达玛最爱的材料，拿到以后到实验室来找我。
以前空气里的灵魄就跟灰尘一样多，追寻不懈，争强斗胜。啊，多么芬芳的腐败气！你能为樊侯大人做什么？希望你不会走入冤侯。药引没有类毒素，小文女，是你吃掉我的砒霜吗？为什么我会感觉只剩最后一道程序了？是，不，我会让你复原的，我一定会。亲爱的玛丽雷斯，别自责，我没救了，但是你必须坚持下去。不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。足以洞察对手计划的剑士。有什么新瘟疫的？哟，学徒，你在这里啊？敞开你的心胸。再次感谢你的帮忙。向前推进，从正面击溃他们的防线。有事快说。但是，长官，这样会造成大量的伤亡。换回你的岗位。永不懈怠。这就是胜利的代价。我们的力量无人能敌。梅维斯，给我歼灭那些懦夫。我们会把他们碎尸万段。我来设置炸弹。好了，快退后！
认同你，别放弃你的盟友。等你吹响号角，我们就发动攻击。为了天选者。 是要报告吗？林维斯，干得好！别浪费我的时间。现在出击绝对能让加尔玛措手不及，一举歼灭他的部队。需要援军。 这个外来者抵得上100个士兵，去吧，为我们赢得胜利。说吧，士兵，你收到命令了？听见男爵的命令了吧？进攻！傀儡们，守住这里！ 胜利就要到手了，我们没办法杀进去，他们数量太多了。我们得改变策略，装死。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尸体，就会把你带回去当材料。去吧，我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来吧，叛徒，傀儡家族必败。 我不是尸体，能帮我找出其他人吗？同舟共济，团结一心，勇气指引你，必须救出幸存者。 希伯寇斯，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 你能说话吗？廷西亚，感谢御灵者。马卓萨斯的士兵。 他们是敌人。很好。
到外头，确保安全。你碰得到顶端吗？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左边，右边，你快跑！凡人，你好。希望我们犯下这些恐怖罪行的人，必须受到制裁。又有尸体可以收集了。做实验，太好了，新的实验对象。和其他人会合，看了这些报信，我的刀刃听从你的命令，要我们怎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相信，但这不是马卓萨斯的做法。我们要坚持下去，这后卫肯定是黄肉的杰作，设法扰乱敌人，我去猎杀他的侍从。马卓萨斯的人都这么嗜血吗？我们要想办法过去。索雷斯，凡人，你好。真是可恶的报信。祝你不虞匮乏。知道我，马克瑞斯完成了他的研究，把起源血肉打造成终极的傀儡。他也会发现你在缝合之前没有去除尸身上的记忆。不可能！一旦我们植入马卓萨斯的灵魂，他就会压制剩余的生灵宝意志。他动了一下，齐瑞安的血肉正在尽力夺回傀儡的控制权。这个吧，躯体的准备工作本来就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要考量，说不定我只要永不懈怠。我们解决那些叛徒。真的把制程搞砸了。看来有人想偷走我卓越的研究秘密。
能必须传承下去。现在就毁了他们的小小计划。等等，别伤害他。请说。勇气相信我这些残存的弟兄，他们会保护我们的安全。好强大的力量，我们甚至可以杀掉他们的男爵，并为死去的同胞伸张正义。尸体回来了，那现在可以收割零件了。爬上山丘，足以击破对手的力量。我感觉到力量在周遭回荡，真是可恶的暴行。我的刀刃听从你的命令。那把刀刃我会向维拉斯回报，然后跟你在统御者之座会合。是梅菲里斯，他知道所有的事情。那你就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。你认为你啊，
你来自艾泽拉斯，这应该会很有趣。斗争之中，机会浮现。不过你得先助我一臂之力，我才会回应他的请求。复仇等着我。力量之菲里斯是我们击败摩尔拜坦的阻碍，但他挡不了多久的。入侵者休想碍事。见识一下，不配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梅菲里斯，你来和我们见面真好，实现我们的意志。你开始吧，把水晶布置好。去死吧，女巫！我是不会说的。你以为不说就没事了吗？有话快说。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对付你这种最硬的家伙。在朱颜家族灭亡后，我们的秘密总算安全了，没有人可以阻碍我们的使命了。我们的新男爵要我亲自完成仪式，在我抵达时把灵魄收割完毕。别让我失望。一场秘密仪式，那是个把他引出来的完美诱饵。悲伤无济于事，我很喜欢与你交谈。不要错过，我会在北边的仪式地点等你，动作快。这个区域很安全，你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吗？我不会永远待在这里，不能成为资产。若遵循女爵的意志，不要轻易惹我。把仪式准备好，想要骗过摩尔拜坦，我们的诡计就要够逼真才行。
经设好了，引诱巫妖步向末日吧。陷阱设好了，引诱摩尔拜坦走向死亡吧。主人，我们已经做好准备，静候您的大驾光临。终于，我们新男爵所允诺的力量，现在将……不，仪式失败了。梅菲利斯，你这个没用的蠢货！摩尔拜坦，你才是蠢材，是你自己的愚蠢召来了灭亡。可恶的间谍，我诅咒你和你那陨落的家族！为了阿卡雷克，蛆虫，你会失败的，就像你的反恐一样。我来主宰你的目标。我是目标。Belamir on the line， 这就是你背叛的下场。为什么记不过，是什么能量残留在空中？那把符文刃是同域者打造的，不要轻易惹我，我不会永远。情况有了转变，或许德拉塔有一丝胜利的可能性，我们合作就能除去这些玷污马卓萨斯的叛徒。维纳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傀儡家族犯急了，他们的数量太多了，他们摧毁了王者之城。克里斯斯，他……外来者，跟我来，快！没有克里瑟斯就没有胜算，我们一定要开启统御者之作。有事快说。这个凡人声称自己曾经从渊侯逃出来过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。说吧，士兵，为天巡者带来荣耀。通往那个黑暗领域的通道只有一条，所有注定遭受磨难的灵魂都得经过那条路，但你可要小心了，凡人。虽然你曾经逃出过渊侯，但下一次不见得会这么幸运。我们了解这么做的风险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我们要一同对抗。勇士，路上小心，去找达瑞安。他会协助你寻找那位失踪的男爵。
钥匙在录音者手上。很快就会恢复。我被困在猿猴多久了？一天，还是一万年？小心点，炎狱之主的耳目无所不在。休想逃出猿猴！啊，我倒是很好奇，冤世者究竟在找什么？你就是那个意外现身把炎狱之主搞得灰头土脸的凡人吧？我是维纳里，被困在这个苦难之境的小小众界者，我想跟你说个提议，来吧。众界者，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？你的出现会吸引到很多目光，这样只会让我的生意更难做。我没有恶意，只是陈述事实。别吸引到炎狱之边活下来的诀窍，但要是你跟炎狱之主的手下开战了，那一定会惊动他，所以最好尽可能偷偷绕过他们。啊，是新伙伴啊！我可以隐藏行迹，跟紧一点。我可不想和他们开战，引起注意。你被困在这里多久了？有找到比你还久，凡人。知道这些就够了。站住！等那头野兽走远。冤世者一定急着要找到你，我们要速战速决。别催我们，众界者。除了马卓萨斯男爵之外，我们还有其他非救不可的人。啊，你是说这位朋友逃走时丢下的那些凡人？他们恐怕被带到托加斯去了，就是远方的那座高塔。炎狱之主把最珍贵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。告诉我们要怎么进入那座塔。现在就追过去是不智之举，不要分心，以后有的是大闹一场的机会。这一定就是你要找的男爵。谁在那里？我要警告范侯。我认得那个声音，这是真的吗？男爵就是我父亲。我们还没有失去一切，还没有。好久不见。黑暗中仍存有希望。你以为没有人发现你吗？你休想离开这里！被困住了，继续啊，凡人，让我们看看你的神力。我需要目标。
超出范围了。这样子我们之间的交易就算圆满结束了，甬道石就在那个方向的不远处。不要相信渊湖中看见的任何东西。再会了，请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见过我。要是改天你又跑进来这个暗不见天日的漩涡之中，希望你能带点好东西来跟我交易。不打扰你。领主福塔根，我们成功逃出渊侯了，感谢你的协助。还有很多事。德拉卡，我们必须立刻赶回马卓萨斯。凡侯克里瑟斯他……不，我的警告太迟了，我们被自己人背叛了。是维拉斯把我困在渊侯里面的，我们的凡侯一定是维拉斯害死的。随时准备出战，以统御者之，我们现在就去马卓萨斯，维拉斯要为罪行付出代价。父亲，我必须返回艾泽拉斯回报全部状况，不过若职责允许的话，我一定会再次与你并肩作战。孩子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，我保证。死亡也无法阻止我们继续奋战。杀光敌人，让他维拉斯胜利现身吧。无止境的追求。看来那个凡人跟我们漂泊多时的男爵一起回来了，傀儡和渊侯都没能置女于死地，真叫人失望。阴谋终究会让你自取灭亡，现在我们要解决你。愚蠢的莫格莱尼总是把忠诚看得比力量还要更重要，但胜利取决于对盟友的抉择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我势必会成为新任的凡侯。叛徒，我要用我的剑贯穿你的头，为了克里瑟斯。之作遭到围攻，我们要守住他。
为了任氏的荣耀。就算我们守住防线，你去开门。那个凡人，把符文刃抢过来！勇士举起剑，为了马卓萨斯！与具备资格者为敌的人，都会死。圣所，这就表示黑暗降临在马卓萨斯，还有整个死亡领域。许久以前，我的兄弟佐瓦尔因为背叛，受到了永恒者的惩罚，他被束缚在渊侯里，无法逃脱，成为永远的炎狱之主。但我担心佐瓦尔并非单独行动，我怀疑他有古老盟友的协助，而且还会继续寻找盟友加入他。如果你收到这则讯息，就代表我的怀疑是正确的。佐瓦尔把他的锁链铸成了武器，并击败了我。要拯救暗影之境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。你必须赶在炎狱之主逃离渊侯之前，让永恒者们再次集结起来。请把我的警告带给御灵者、凛冬女王和国王，他们一定要守住防线，不要让佐瓦尔抵达瑟伯切尔。审断者是最后的钥匙，保护好他，不然一切都完了。只有强永恒者，炎狱之主，这个讯息非常危急。回奥瑞博斯吧，告诉他们马卓萨斯不会再对其他国度发动攻击了，我们要先整肃内部。父亲，拜托，我得知道那些朋友是否还有希望。泰利亚，你不了解这么做的风险，要是我窥探渊侯，我长途跋涉来到死亡国度，为了见我以为已经死去的父亲艾泽拉斯最伟大的英雄博瓦尔·博塔根。我从小时候，从你把我送走的那个时候，就从没要求过任何事。但是现在我要你告诉我，他们是否还活着。我的小星星，我会答应你的请求。
不要，不，不要！我不会屈服，我不会让你控制我。听见了没有？哥！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都会反抗，我绝不低头。他们进入了统御者之座，发现了他的警告。这在阴阳之外，但不成威胁。我们的眼线无所不在，很快就能解决他们。我只能看到这么多，再继续下去恐怕会有危险。我能认出海军总帅的声音，然后另一个肯定是索尔，他们的哀嚎声令我不寒而栗。我没有听见安杜因或者贝恩写题的声音。大领主，你真的不能再试一次吗？大领主，这个凡人带来了马卓萨斯统御者的迫切警告，务必通报其他地方。荣耀之声，在我告诉其他人时，请协助他们。我们必须考虑这件事带来的影响。我们会勇敢面对任何挑战。有我能效劳的吗？